1、2、3。大家好，这个又到了我们的评测栏目时间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然后我们的那个 AM 工作室呢，终于有了自己的赞助商了哈，亨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子，品牌，亨克这个牌子哈，啊，这个 logo Hawk 亨克是我们国内的一家琴厂哈，然后从今天起呢，我们频道所拍的所有的亨克的这个产品呢，都是由这个亨克的老板提供赞助的哈，然后从今天起呢，我们这个要做一系列的这个亨克产品的这个全系列的这个生产线的产品哈，然后呢，我们会对亨克的所有的产品，包括尤克里里，包括这个吉他、木吉他哈，会逐一的进行一个详细的评测和介绍啊。好，我们今天的第一期视频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亨克的一款尤克里里哈，看大家看一下这个茶绿色的哈，墨绿色的一款尤克里里啊，这个是亨克的这个我们的尤克里里的代表产品啊。H100T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琴啊，它是26寸的啊，26寸的。但是呢，就是说全系列的线上产品啊，包括26寸、24寸啊、21寸，它都有啊。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个26寸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琴的结构哈。首先这个琴头呢，我们看一下 logo 在这儿哈，我们看一下亨克哈 ，Hawk 啊，亨克这个牌子，这个 logo 很精致哈，很精致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这个琴体呢，就是琴的这个面板和琴背板、侧板呢，整体呢全部是由桃花心木单板制作的，所以它是一个全单的琴啊。别看它小哈，只有26寸，但是一个全单的尤克里里。然后呢，包括这个琴颈、琴的这个琴头，还有整个全部琴体全部是由桃花心木啊实木制作。然后呢，这个指板呢是这个叫乌木哈，我们这种乌木制作的。然后呢，这个琴桥哈是这个玫瑰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这个旋钮很特别，它是专门用了一种就是表面处理工艺哈，把它处理的有一些做旧的感觉啊，就有年代感。实际上它不是锈了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年代感，一种专门制作的一种表面氧化处理，然后呢制作一种年代感的一种复古处理啊，很精致的四个旋钮。
那琴弦呢是大大利奥啊，琴弦是大大利奥的这个尼龙弦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啊，这个它的上弦方式很特别啊。我们可以看，哎，导播给个特写啊。这个琴弦的上弦方式很特别哈、啊，它是四个小孔。那么有的观众就问了，那这种琴弦是怎么上上去的呢？哎，一般只有高档尤克里里呢，通常是我们是这样上弦的。怎么上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的琴弦拿到以后，哎，从这儿呢孔塞进去，塞进去以后从这个轮口这个位置啊，把它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呢，绑一个结儿，然后再从这头外侧的这头再一拽，拽以后呢，把它这个打这个结拽到里头去，然后呢，哎，卡在这个背面，这个琴的面板的背面，这样就卡住了。卡住了以后，再把弦呢上到这个前面的这个齿轮上，啊，这样的话，这个琴弦呢，这个它不容易跑音，而且很结实哈，上得很结实。然后呢，哎，每当我们换弦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琴弦呢卸下来以后，从这儿捅进来，再从后面把这个头抽出来，然后最后呢，我们这个琴弦就完成了一次更替哈。啊，记好，我们这是达达利奥的琴弦啊。然后呢，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油漆啊，是这个是抛光绿色抛光油漆哈，而且是一种超级的这个防木头本身的一个氧化和失水的一种这个比较高端的一种漆哈。然后呢，它这个包边啊是用这个彩背包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包边啊不光是一个彩背的包边，这上面呢还有一个两道黑色的线，这个呢是玫瑰木啊，厂家专门用的这个玫瑰木的一个木线包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纸板上的这个镶嵌的这个品迹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很艺术哈，太阳、月亮是不是两个月亮云朵是吧？一个新月啊，然后呢？品丝呢是由这个就是抗氧化高抗氧化白铜制作，然后呢一共是18品啊，18品，在它这个特别点在哪儿？你看我们的12品位置，看高八度12品位置呢是一个云朵啊，我们可以记住，如果我们用这个琴的话，我们可以哎就知道在云朵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12品位置。好，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哈，我们先听一下它这个扫弦的音色哈，先听一下我们摁和弦的感觉。啊，声音很清脆啊，我们有没有发现？然后无论是弹和弦或者是分解和弦，你们看，啊，还是我们弹单音，是吧？声音都非常的清脆，而且每一个颗粒很饱满啊。所以呢，个人感觉呢，这个琴呢，在我们演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无论作为弹者呢，还是我们听者呢，都是会感觉到很享受啊。好，那么下来我们弹一个曲子试试，好不好？我们来试一段弗拉门戈的曲子啊。啊，就是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它这个琴在快速演奏过程中哈，它这个动态的变化，包括它这个琴这个音色上的一个大起大落的一个对比哈，都是非常的悦耳，而且它对这种各种声音的驾驭哈，还是比较拿捏得非常游刃有余哈。所以呢，这款琴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款不论是您平时练习呢，还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表演呢，都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一款好的尤克里里哈，好琴。好，那么我们就是说，那么有的观众就问了，那我们如就是怎么可以购买到这个琴呢？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这期视频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下方会放上我们客服的二维码。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就是看过这个视频的观众呢，来咨询呢，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折扣和优惠哈。那么具体的请扫二维码，然后我们的客服会接待您，给您具体的讲解。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